希望我们可以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。今天跟以后的这里，我们 say hello， 后面这里我们 hi baby。哇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啊！不过呢，老实讲，我今天刚刚在后台稍微看到一下 Coco 的时候，我的心情觉得我们两个是最早认的，已经对谈到现在。对对对。然后他就说，我们很自信，跟我说 no。其实我开始认得这位歌手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一直都是有自信心的感觉。也许在他内心的害怕我不知道，对。可是他的外表给我们感觉，他就是一生出生之犊不畏虎。等一下，我喊下来被定到了，你就知道了嘛。被定到之后，你就变得发光发亮了。OK， 来，大家很期待哦，歌迷跟我一起喊好不好？一。时候呢，我看那个音乐电台啊，音乐电视台，然后就看到我的最新的 music video， 然后呢，有很多那些画面是我以前做的一些画面，那我差一点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是让我，因为每一次的工作，每一次的表演呢，都是真的很用心，很努力，嗯，那我觉得自己真的经过很多的辛苦，很多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成绩。All right， 来，放开。音乐再大一点好不好？Do you want it? Do you need it? I want it. Oh baby, yeah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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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Do you want my love? Can you make me sweat? Do you want it better than just a little bit? Yeah, yeah. Do you want my love? Show me just how.记者迪瑞采访报道。记者迪瑞采。